官方近日公开了 aespa 拍摄 MV 的幕后花絮，其中 Corina 在拿着相机自拍时居然连续两次撞到脸，根本就是呆呆又可爱呢。와얘찍힌게너무부끄럽다두번다찍혔죠另外 Winter 在拿着手机来自己进行拍摄时因为把手机弄掉摔在地上直接就满脸愧疚呢좋아요 오케이 할게요 오 좋아요 오케이입니다와너무멋있다감사합니다나이스